他妈啥呀？我说我玩辅助，你们他妈这又选个辅助，啥意思啊？爸爸，不玩辅助，我点鸡毛陪玩啊？爸爸，我是打野。What？ 不是谁？那谁他妈？我孙膑打野呀？你们这选的什么玩意儿啊？我孙膑，我打野。我听着都新鲜。谁家孙膑打野？你就跟我说，咋赢啊？我家。我廉颇，我上单。我主力是下单。姜子牙的走路应该是可以看出来吧？妈，没毛病。你打你奶了个哨子啊！你们听主没骂你啊？就你这么玩？骂了？哪有五个辅助啊？昨天骂了。昨天骂了，把我骂够呛啊！那为啥骂？你自个心里没数啊？我们自创的，老牛逼了，老板真的。你想想我们，如果说这季我输了的情况下，我给你赚双倍的钱。咦，好哎！不是，就敢这么说啊？那你。不是我这他妈咋不生气你就说我输那他妈你挨骂了还不知道咋回事你是不是有病我输了老板给你转双份的钱你能听明白吗对呀、啊、心放肚子里你就看能不能赢能赢什么都好说行吧老板这季如果说我们输了的话返给示范返给示范的钱对啊行我就看咋赢咋输你就瞅咋输的那我们赢了呢赢了我就那我给你十单行不行他赢了行行行行说的来来来就我说的我就看怎么赢开始吧我先替对面谢谢你们啊、哦、时间太长我就没有游戏体验了老板不喜欢时间长了吗不喜欢持久一点的吗、嗯、喜欢个别方面持久一点但是这方面不太行、嗯、啊老板你喜欢个别方面持久一点这个个别我比较好奇呢指的是哪儿啊你有点太好奇了你这好奇地方不太对劲儿啊那得以诚相待呀可不咋的呀那你再好奇一点呢就是跟某位男性休息的时候呗他持久一点呗那还能休息休息我大哥休息的时间长一觉能睡好几个小时那你这确实挺持久不是他睡觉了他还打呼噜耿耿的那你倒是说的具体一点啊对不对休息那我感觉那是个累活累活那确实挺辛苦的汗流浃背呢都那你说休息也对不上个靠啊休息的时候做的事儿吧对呀、啊、你老板你就说孤娃娃斗多好啊我没干扰没事我教你个名词老板啊我教你个名词啊请讲请讲你说的那个叫为爱鼓掌对不对啪啪啪啪啪啪打扑克呗对打扑克打扑克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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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为爱鼓掌这词儿挺文静啊还行主要是既然有点文化多少文艺小青年、嗯、老板斗过地主没有啊斗过地主啊哎妈我寻思你要跟我斗个地主呢差点把地址都发过去了啊老板我们先不打斗地主的事儿先打这局游戏的事儿啊你看一下就是的话给我们下十单是不是啊那本来就是你们阵容选的问题啊老板你看我们掉了一座防御塔吗一座都没掉一会儿就掉了掉了就不好打了你还想给对面送几个呀老板冒昧的问一下什么工作呀我什么工作嗯老板方便说吗不太方便说自己家那工作自己家有个小工厂我以为你谁那个工厂呢自营就行啊我以为你自带的那个工厂呢哎呀我的工作它就是属于那种自己家工厂我不用管就拿工厂的钱随意挥霍懂吗就比如说在外面找个男模啦这种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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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了解都明白我们都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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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